我们也有朝环保性的方面来去延伸这个设计，就是我们有使用的材质就是铝合金的管，跟这个木柜的话就是定向立片板。针对小宅设计多功能家具，还不忘兼顾环保。这是南华大学产品与室内设计学系109级毕业展，大部分毕业生从创意发想到完成作品，都是一个人单枪匹马独立完成，展现高度执行力。3、2、1，请用剪。开心剪彩，就连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副局长宗金平都来一窥同学们四年来学习成果。南华产设系毕展以无设不作无所不能为主题，陆续在校内以及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巡回亮相，五月中还要移师高雄博尔艺术特区参与青春设计展，和各大专院校设计界明日之星展开交流。因为是台北嘉义综合报道。